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弟。今天呢，我到我们这个市里来转转。我以前是干啥的呢？就是我后面这个冷冻食品。现在这个店是我一个发小开的，我来他这里转转，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。飞哥吗？飞哥，龙哥，飞哥好。哎呦，下车下车。哎，下车！老板，有钱了不认识人了吗？现在？啊？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是我的发小啊，叫怎么的？那等等，可以可以，还没有不认识我这个发小。进去坐。这个店就是他开的，我以前呢，大概在。飞哥，我这几年前干这玩意的。五年前啊，五年了吧？五年啊。嗯。然后五年前我是跟他一起干的。你这个房东现在多少钱？嗯，6万，一间三间18万。房租费就18万。老板，我还可以干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还可以重操旧业吗？可以。真可以啊。真的可以。有心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干我就抢你市场了。连云港是总代理，哪里有多少个里？不谈什么代理，到时候分点给我。不能说的秘密啊，不能说。那你要不要分点给我？人都给你，人都给我。要不我现在给你上班吧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看你这，好了，到你店里面去看一下吧，带我去参观一看吧。走，我好多年没有来了。兄弟呀，你好吗？你在哪个大过得怎么样啦？这就是你的办公室？办公室在开区。啊？在开区。我看一下里头有什么东西哈。以前我们做的时候只有烤肠一个样子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店里的思念都化成了鱼。鱼吗？王鱼龙吗？鱼。Hello， 小鱼儿，你们好。你带我看看嘛，现在你都做些什么东西啊？火锅丸子类。啊？烧烤牛杂类。哇，好多品啊！我真的还可以再干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不是冷冻的，应有尽有。现在，对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嗯，你可以送我2包带回家吃吗？收钱吧。收钱啊？啊，那多少钱哦？成本钱。我想吃那个鳕鱼片，有没有？有。啊？有。你有吗？拿给我看。给你好吃的。拿给我看。大的。金锣的。什么玩意？小飞飞应该喜欢吃这些玩意。我可以带点回去吗？对，小妹妹是你妹，我忘了。没有啊，有些人是放在心里的，不是挂在嘴上的。这些不要了。啊？这我们自主产品呢。小孩子吃的哦，晨可以吃。哎，晨礼拜天回来可以吃。对呀。吃的蛮好。啊？我要小孩子吃哈。怎么变成你小孩子？哎呀，还讲究啊！有没有把我媳妇找回来？什么？有没有把我那个媳妇找回来？李媳妇？啊，李媳妇。喂，这是你的会计吗，辉哥？对，是我们同事。里面是冷库。我的。有两个门。哦，那边还有呀。对，那边还有一个。挺大哦。三个。应该还有个大冷库吧？大冷库在看上去了。记得东西。我记得啊，对对，我以前就是卖这些的。哎呀，好亲切哦！我以前干的时候就卖这一种，也还可以吧。大概在多少年前，一天也能挣个700-800的。然后最后给我败了。现在这些越做越好。我以前做这些烤肠呀，我都做过。带你去玩呗。带我去哪里玩？你想去哪里？我哪里也不去，我想搞事情。
我们那个我想干点事情，辉哥，就上车坐。啊？这车刚买的吗？哇，四个零呢，我的妈呀！去的。啊？上车。上车干啥？没事，聊跟我聊聊天呢。上车，上车。那你带我去吃饭？吃没吃过？没吃饭。还没吃啊？我特意来找你的，我能吃饭来吗？那个，我自己下面给你吃。啊，因为现在饭店都下班了。哎，我们这边就海鲜现成的。海鲜吗？对。哦，真的吗？嗯。上个海鲜水饺给你吃啊。谢谢，吃过了。几点钟了？我没吃饭。就是。那下午是，马上的天晚，天黑了，都吃晚饭了。三点多钟了。飞哥。嗯。我来上班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给我多少钱一个月？保底。两千。两万，两万一个月，真的假的？我是骗我的。只要你来试试，怎么样？我以前干过这个的。这个店就交给你的店长。哦，我怕管理不好，还是算了吧。你不许把我们公司会计带跑啊！你公司有公司有会计吗？有啊，好几个，你看哪一个？哎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的兄弟逗我玩的，还两万，两万真的，把那边我考虑考虑。那边还有个店，那边还有吗？那一起竞争吧，兄弟。啊，那个刘辉冷冻食品就是你的吗？看见了。嗯，我的兄弟呢，就是那个我穿了个开裆裤长大的一个好兄弟。嗯，一辈子啊，就处这一个好兄弟差不多。嗯，从来跟他都没有吵过架，小时候反正一直处得都比较好。现在当时以前也是一起做这个生意的嘛，然后我就吓到了，做着做着把自己做吓到了。嗯，做生意的资金都给我输没了。到最后我这兄弟呢也是农村出来的，但是脚踏实地的干。嗯，现在干得挺好，反正挺不错。跟他说，刚才我知道也是开玩笑的，说我来多少钱一个月，两万。他这东西只能听听。我想着这东西能不能，因为我离开这个圈子大概有不少年了，五六年了。因为当时我们搞的时候只有那个烤肠一个样子，现在他已经发展到所有冷冻食品应该都有，所有的冷冻食品他的冰箱里面应该都有了。我刚才看了一下。嗯，东西反正不好弄了吧，看看吧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再烤，也不一定。我要搞的话就又来跟他抢市场了，因为连云港就这么大点地方。兄弟啊，兄弟，哎，我渴了，水烧了吗？现在烧点水喝喝嘛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千里迢迢来的，烧点水喝喝嘛，不够热情呢、啊。你拿着摄像头照着我，不好意思。没看过摄像头吗？没事，你当我是个白菜，我是记录生活的。等你以后老了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穷样子，不也能看见吗？嗯，是的吗？是的呀。等你以后老了，翻开你兄弟的视频看看。哎呦，哎呦 ，kiss， 送给你们的粉丝。你看后面那个小会计笑了，哪里的？黄衣服的吗？什么时候笑的？那个徐会计，小徐会计，不好意思，拿视频，有点好看啊，有点好看。怎么样？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男朋友。介绍一下。有老公。我让你介绍一下，你说有老公，那就算了吧。那放点茶给我喝，渴死了。拿好的给你喝。不用，我一般不喝的。哎呦喂，这是什么？飞哥，这个我这兄弟也叫飞哥，他叫刘飞，你叫飞哥。刘
才是真正的飞哥。嗯，我麦许杯也叫飞哥嘛。都是飞哥。啊，盗版的。盗版。你小心给我妹夫 KO， 我跟你讲，我比你大才叫飞哥，他只能叫飞弟。飞弟，徐会计，徐会计，啊，你没有男朋友啊？男朋友不就你吗？啊，我追你，你不还没同意吗？我单独追你的，没同意。你别再说了，我脸瞬间红了。比我还高了，这是。你多高啊？我一米七，他一米七二。来，这个金锣的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这双子品牌。那个的。这个是给我的吗？多少钱啊？谈成的钱我给了，我请你。不要钱，不要钱，视频关了扫码就行。飞哥，我回去了。这个你干嘛？别动！你干嘛？不是这个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。你想多了，这是给孩子吃的，不是给你的哈。拉住，拉住，拉住！哎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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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？我干嘛？我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抓住！给什么东西？我看看，我看好不好？别动，给孩子吃。给孩子吃的不会差的。啊？你看又拿下来了。给小孩吃，给儿子吃的，不是给你吃的。好，我也不吃这些东西。你别想太多。然后回去了，做好了，做好吃了，你就想吃了。行啊，兄弟。嗯。我也不留你了，好好赚钱，好好搞钱，懂吗？当你有钱了，你就有话语权，知道吧？想想我们以前一起走过来的穷酸样，还记得吗？两个人吃一份蛋炒饭，但是我是不希望你今晚走的，真的。两个人吃一个，我记得我们两人吃一个汉堡。以前都是这，以前都是这样，也过来了。那行吧，那谢谢你的这个什么东西，这些东西我也不认识什么名字，拿些啥？嗯，都是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。行，感谢感谢我，这是我刘哥，刘哥。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客气了，好，不说了。我回家了，天不早了。嗯，反正有时间随时过来玩。啊，你不是？那我什么时候来上班？你呀，你只要你同意的那时候，你就发个信息给我。位置始终为你留的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这名字不错嘛。是写孩子的名字。孩子的名字。嗯。为什么不写你的名字？啊，不有了吗？走了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兄弟。拜拜，兄弟。哎，奇怪，你怎么比我高这么多？啊？你是不是穿高跟鞋的？我没有穿高跟鞋。他怎么比我高这么多？我都跟他跟你讲了，你这是残废。一米七。我走了。啊？拜拜。